是我们园林堂的弟兄姐妹一起创作的诗歌。这首诗歌呢，歌词里面包含着我们对神充满无限的一个敬畏，充满无限的渴慕。这首歌的诗歌歌词当中也充满着我们园林堂的弟兄姐妹对教会充满爱的无限。那在今天我们要透过这首诗歌来献给我们天上的父神。教会是我们的支撑，教会是我们的保护，我们要带着欢欣喜乐的心情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一起来赞美我们复活的主。我们就用这首诗歌这是我的家来开始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一起用掌声荣耀来归给我们天父上帝。Thank you.
到十七节。这首歌呢，集结了阿美族、台湾族、卢凯族的回忆。我们以多元族群的方式来敬拜赞美神，也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学习服侍神。歌词里面写的是保罗很重要的教导，就是什么呢？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愿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阿门。
应许之中获得了勇气和能力。我们毫不畏惧地面对一切的事情，因为我们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